劝魔之出任务台北物语总共有五张票，现在要去领了。这全部都是起源于今天危机人 Break 他一直跟我们讲说，哇，这台北物语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，非常非常好看，已经成为台北的一个文化次文化传奇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突然明明在开危机的教材中，我们要写危机教材中，就大家开始去订票，然后说明天早上去一个远到不行的电影院。你的那个电影院在哪里？新华城，新华城超远的。然后平常大家都不去看电影的地方去看电影，而且就是一群人今天来买票，那所以说行动来实际支持黄义雄老师的电影。真的，就以前就常常我妈就会跟我讲说，我们要去看电影，我们要去台北市立图书馆看电影。哦，特别市立图书馆。然后黄义雄老师就会人出现在那边，然后讲很多他最喜欢片场是什么《桃色风云摇摆狗》的一位主角。订的应该是他的吧？他给你吗？你的身份证字号是多少？问号。请容小的提醒你，我们有在录影啊，所以等一下不要把他身份证字号直接念出来。那你等一下不要看到那个哦。对。不要看荧幕哦。嗯。讲到这个，我觉得全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。怎样？怎么说？现在就是从以前我几乎都是在 7-Eleven 吃的。啊哈，那超爱这就是全家的热。怎么说？因为全家的那个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没看到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期待的心情，一个影迷，一个年轻的影迷，看着黄老师他这些年来不断为了让台湾有更多人领悟到电影的美。而持续做出努力，是，我们就要实际的行动呼应响应它。等一下还是要给他钱的、啊，你有不用啊？你会不用吗？可是我以为就是我还要付点钱。不过我们也是，因为我帮他跑这一段了、啊，应该是我人很好吧？对啊，你人很好，啊、你等一下可以再拿这个影片跟他换20块。我不知道，随便讲讲。二本我人超好这样。哦，谢谢。对，由魔之 Slash 危机人上官良志与魔之 Slash 危机人发票在此报道。我们把现场交还给红磊在哪里？红磊什么？红磊什么？在哪里啊？二本在哪里？在上面。二本在红磊，对，在上面的红磊。好。